大家看到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心里知道啊，我们每个人有天都会老，所以我们要练习啊，好好的对待老人。希望这趟旅程能够，这么小的一件事，这么小的一个力量，能够让社会知道，我们这个土地上还是有很多我们大家，一起来努力的事情。见了他们在年轻时代花了一生为我们所付出打拼的这些长者们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一起合作，为这个社会尽一份心力，让我们整个社会能够祥和、健康、进步。